者年香晚专访潘丽丽，先前拍公式城市情歌，一场追逐戏惨摔，拉伤右肩导致肌腱拉伤，透露连伸展都听到啪啦啪啦的骨头声。她从六月至今休养半年，直到近日才接下三立八点档《金家好媳妇》。然而她健康亮红灯不是头一遭，先前曾传她眩晕多年，对此她澄清头晕老毛病已近乎痊愈，唯独失眠问题仍无法改善，十多年期间睡睡醒醒查不出原因，就连医生开的安眠药都无法奏效，一觉好眠好像变成奢求。公视城市情歌潘丽丽专访，记者陈一宽社。55岁的她，9年前因老公外遇斩婚，受访时坦言与前夫早已断绝联络，过年聚会也从不相见，感情空窗多年的她不及寻第二春，笑喊一切随缘，反正一个人也不会寂寞。先前她曾养一只马尔济斯和一只米克斯猫作伴，但女儿搬到台北上班后，一猫一狗也跟着女儿北上，剩她一人独居，平常爱窝在家里的他透露有戏约才出门，最长记录曾40天待在家当宅女，顶多去附近超市买菜，笑称生活圈除了老朋友外就只剩两个20多岁的孩子，偶尔放假回家看看他，就连老友都看不下去，频传简讯催促他出门。公视城市情歌潘丽丽专访，记者陈一宽社。出道40多年的他，当年曾是杨丽花歌仔戏班底之一之，后转战戏剧，也获首尔电视节影后殊荣。受访时他坦言，比起戏剧演出，歌仔戏仍是他心中最爱，杨丽花至今仍是他心中的最大恩人。当时从台东上来台北，傻傻的什么都不懂，杨阿姨给我地方住，也很保护我们不让欺负，现在想想真的很幸福。他过去曾连续5年打戏没放假，自嘲是工作狂，前阵子单纯的休闲生活反让他闲得发慌，如今加入三立新剧组也让他眉开眼笑，直呼现在有的忙了。城市情歌在影音平台公视全集上线，公视城市情歌潘丽丽专访，记者陈一宽社。